可是啊，想到环保，想到对生态有益处，很多同学都会觉得说，那我是不是要放弃所有都市文明的享乐呢？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。在这个地方，文章里面有提到，过一个对环保有益处的生活，means giving up all creature comforts。Frank 要提醒大家，为什么这里的 means 的后方要加 giving up？实际上啊，mean 这个字的用法很特别。 如果它前面的主词是事情的话，再加上 mean，这时候后面就要加的是动名词 v i n g，所以长大就意味着你要自己做决定，长大是一个事情 growing up，所以 means 的后方就要用的是 i n g making your own decision。但是 mean 这个字的前面如果用的是主词人的话，后面就要 to 加原形动词，所以。 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要伤害你的心中想法的。Sorry, but I didn't mean to hurt your feeling. 爱是人，所以 mean 的后方要加 to，这是 mean 这个字的用法。而接下来的文章告诉我们，实际上住在这个 train house town 有很多好处哦。第一个，你可以远离都市的喧嚣，get away from the d a o r get away from the d a o r 字面上原来的意思是指远离这一切。 而今天衍生出来的意思，就是把你的工作也忘了，把你烦恼的事情都忘了，好好的过一个大假，度一个假期的意思。所以，get away from it all 就指的是休个非常应得的假期。而接下来又告诉我们，住在这里，因为有很多的科技设施，所以你不用担心不能跟朋友保持联络。保持联络叫做 keep in touch。如果你后面有要保持联络的对象，这时候就会 o i c e 加上人。 所以，哎，不要忘记保持联络哦。英文会说 "Don't forget to keep in touch"。但如果我今天要讲，不要忘记跟我联络哦。这时候后面因为有受词，所以要说的是 "Don't forget to keep in touch with me"。而英文当中保持联络，除了可以说 "keep in touch"，还可以换成另外一个单词，叫 k e e p i n contact"。"contact" 这个字是动词，也是名词，就是联络。 接触的意思，contact 的拼法是 c o n t a c t，c o n t a c t。所以到了文章的最后面，告诉我们：如果你一直梦想着要过着鲁滨逊般荒岛的生活，可是又不想要放弃现代文明的享乐设施，也许你可以考虑一下来 Finca Belavista 参观参观的。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单词，大家很熟悉，或许你早就认得它了。 叫做 convenience，convenience con 这个词当做名词，原来是方便、便利的意思，所以便利商店叫做 convenience store。我想各位同学应该都知道，可这里的 convenience 有额外一个衍生的意思，这里的 convenience 指的是现代文明的便利设施，所以比方说自来水就是一种现代文明的便利设施，英文当中。 我们要讲现代的便利设施，就可以说 modern convenience。而这个字便利设施当然也可以数，所以复数的时候后方还可以加上 s。这是我们今天课程的全部内容。接下来要进行的是 for you chat 这个单元。